范例呢，最大的其实在大部分基本的架构是一样的哈、哦，可是有些地方不太哪些地方特别注意，就是说，可能最后哈、哦、我会有一个表单，奇怪，一个那个表单的部分哦，那这个表单的话呢哈，它主要是自动会去抓你清单里面有几个，这个部分当然你可以。是固定的，也可以是自动去抓取，就是你可能会有几个项目、哦、那我这边把它写成是非固定的、哦、非固定。那比如说我这边选的业务、哦、底下会自动帮你去更新。另外的话呢、哦、会多一个东西，下方会有一个什么呢？一个进度的状态的一个状态条。OK， 那这个地方呢、哦，当然在业务，因为它总共才五，好像六个人吧，哦，看起来不是那么明显。那客户名称呢，因为总共有155个，所以如果你按确定的话，它会跑得比较久，那感觉哎会比较有那个有没有更新的那个 feel 啦、哦、那实际上哦，也就是说如果将来呢你希望让使用者等待的话，尤其是可能从网络上捞资料啦，会跑得比较久，因为网络的流量哦，不像说你是在自己的电脑上面，有的时候会跑得比较久的时候，那相对的、哦、你如果没有给他一个讯息的提示，那 user 就会觉得说，或者你自己用啊，你就会觉得到底跑完了没，到底跑完了没、哦、那也许你就会想要去乱按它了，可能会造成不可预期的错误，所以、哦、这个地方是多的。那可是问题、哦、我们如果今天本来的程式是在一个这个按钮上执行，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在这个表单里面呢也可以执行，执行的同时呢顺便帮我更新这个状态条、哦、那这个地方当然是比较不一样的、哦、所以呢我们大概来看一下，那大概这个我想新增前面讲过了、哦、删除，那新增里面的话可能跟前面我想差异性就这个啦、哦、这个新增然后删除，那更新这个批次筛选业务的话其实大概也差不多，你可能会先需要新增，总共会有四栏的这个我们需要的那个这个一出重复之后的清单哈、哦、那不过呢哈、哦、这个比较麻烦一点，客户名称它总共有155个，所以会跑得比较久一些些，那其他的话当然还好。那另外就是说呢哈、哦、你会发现前面我们写过那个批次筛选这个的时候哈、哦、那你会发现哦有几个是我这边是用什么把批次筛选、哦、改成一个所谓的共用的一个程序，共用哦。那为什么会共用？因为原来的写法这样，我把原来的给各位看一下。原来、哦、大概这个把它的注解拿掉了、哦、原来的写法、哦、其实批次筛选业务，那写完之后我发现，跟产业别、产品、客户名称大部分都一样，有没有？只有少部分不一样。那如果只有少部分不一样，那不是复制贴？那如果说将来要改的话，变成你每个都要去改，那这样的话维护起来哈，其实是相当麻烦的。而且再来第二个，你同样的程式一直贴，虽然也可以执行没有错，但是哈，其实感觉好像这个不是那么的精简啦哦。所以通常呢，如果未来哦，你看到差不多的东西，那你就要思考说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。一样的地方你不用看了，你要想说将来如果给什么，比如说你换成筛选业务改成筛选产业别，会变动的部分是在哪里？其实会变动的地方、哦、大概呢会有两个地方。哪两个地方呢？第一个这个什么了，刚刚讲过了，清单里面的 A 有没有？本来业务的话呢我们是放在 A 栏，如果产业别我放在 B 栏，所以这个标改成 B 栏。那如果改成什么呢？改成另外一个、啊、产业别，然后旁边有个产品，那你改成 C， 所以哈、哦，还好，因为这个都文字筛选，所以它只会有一栏而已了哈、哦，不像刚刚有那个就是评述的总价那个会有两个，那我们都是一样的条件。那这个第一个，所以 A、B、C、D 栏的部分哈、哦，第二个会改哪些呢？这个。Field 有没有意思？就是你的总表里面你要查的是总表里面的第几栏。 OK， 那如果业务的话因为是 3C 嘛、哦、
产业别是4，产品是5。那如果客户名称的话呢，它 L 是12。OK， 所以基本上哈，其他都一样。那所以哈，如果你要把它怎么样改成共用的程序的话，其实哈改法很简单。一，我习惯是哈把这留下来了，因为哈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？因为将来哈，如果你要回头再去看一下，哈，你至少还有迹可循。如果你把它删掉了，哎，到时候回头看没有了。所以我会怎么做呢？一，把这个范围怎么样 ？Ctrl C。第二个的话，把它什么贴上 ，Ctrl V， 贴一段哦，所以会变两啊、这边批次筛选，贴上好，贴上之后的话哈、把它改成批次筛选，后面不管什么啦，啊前面这部分保留的方式哦，我是把上面这个按 Shift 键，啊上面这边有一个工具列，这个工具列不是一定会出现的哦，有些同学不太知道说这个按工具列按右键哦。会有一个编辑的工具列，不过它有时候它出来会是这样，浮在上面，你把它移到上面来，其中它有一个什么，使程式变为注解，啊、哦，那把它按下去，这个范围呢，将来就会放在这边当注解。那、啊、如果暂时哈、没有必要，我却建议啦，你是先把它放这里当参考，注解的话就变成参考，也就是这个地方程式不会被执行，也不会影响。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将来如果你要让它恢复的话。你就再把这个范围怎么样选起来，上面有个按钮，使注解还原为程式，有没有？你可以把它开关，哎，这个导师，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方便的哈。以前的话不知道有这个功能哈，或者以前没有这个功能呢，要怎么做？就是前面呢，你要自己再手动加单引号。在那以前我们就快速，而且已经练就到哈，一整个哦，大概一下啪啪啪啪，全部都好了。因为每天在注解啦，后来发现哎不需要嘛，也都不过呢以前没有这个功能啦，好、哦、以前没这个功能，所以只能自己在前面再自己再加单引号。好，那把它贴上之后呢，改成批次筛选。可是问题哦，我有两个地方要改变，第一个是什么？这个可能改 A， 改 B， 改 C，A B C， 然后L， 不跟着。应该是、这个是根据清单是 ABCD 的、哦、所以呢我那怎么样传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你要怎么去透过、哦、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不一样的地方记得、哦、要把它透过参数或者叫引数、哦、去变动。那我这边的话有两个了，一个是什么，一个是清单，所以、哦、我要进来的那个名称干脆、哦、名称这个引数名称自己定，我叫清单。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，那个栏应该是栏数、哦、反正名称自己定、哦、我看一下 我之前是不是写了、我叫栏位，栏位栏数哪一个比较好呢、哦、反正看得懂就 OK 了、哦、因为有时候反正我一致性好了。那我的习惯后面就是说、哦、为了让使用者知道说到底你传什么形态给我才是对的，所以我的习惯会再加一个 S 的话就是说呢、哦你要给的这个形态，所以你给他一个 S string， 就跟他讲说你要给我的这个字串哦。那所以 A B C D 前后要加双引号 ，OK。第二个栏位的话呢，要给我一个是一个文一个数字，而且是一个整数的话，在 VBA 里面呢就是 S integer， 也就是传过来的东西你要给我一个是啊，特别不能是一个文字啦哈。好，那传过来之后我怎么再去做共用哦？所以特别重要，我现在做的事情是要产生一个共用的程序，以后的话呢可以透过 call 呼叫就可以 call， 比如说批次筛选然后传递，它可以怎么样自动帮你产生一样的这个功能。那透过参数去改变它不一样的地方，那我改哪些地方？这个地方改一下，本来是 A 对不对？那要怎么把它加栏位进来？特别把清单加进来，一先把清单我先复制好了，二把 A 删掉，前面怎么样串一个清单 and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 OK， 特别注意哦，那这种用法哈、哦，这个引数有点像一个变数啦，跟变数的用法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哦，只是说它会透过传递引数的方式帮你丢到这边来，所以它如果丢一个 A， 这边串在一起就变成 A2， 有没有？如果传一个 B 给你，那就变 B2。
OK 哈，那还有哪一个地方？哎，这边有没有？所以这个直接怎么样？清单就好了，有没有？如果他传一个 A， 啊，这边就变一个 A， 传 B 就变一个 B， 应该是可以了解那个意思了哈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反正不一样的地方改就好了啊。以后反正大家都共用那个东那个地方，啊，这个 field 有没有？你就把它改成什么栏位 ？OK 哈，哪一栏的意思了哈 ？OK， 那至于这个名称哈。因为那是临时想了，临时想一个名称啦，所以我就想了一个，因为这有时候光要想这个名称哦，也是很麻烦的事情，而且，所以这个名称，如果你觉得不 OK 啦，你可以自己再改一下，哦，好，或者你给他一个英文名称也可以啦，给他一个很长的名称也可以，反正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哦，所以未来怎么样，就是他传过来嘛，哈，传过来丢到这边来，传过来，哎，丢到这。哎，丢到这边，然后再一样嘛，再丢到这边。好 ，OK， 应该可以理解。一，建立好一个共用的方法，共用这共用程序了哈。好，再来的话，将来哈，啊，这个我先把它先 mark 掉，因为这是我之前写的，我把它注解掉。好，啊，将来要怎么去呼叫它？一样，批次筛选业务。批次筛选产业别，如果我要呼叫它的话，先打一个 call 什么呢？哎，刚刚那个名称，刮胡，有没有？打一个批次筛选，就刚刚那个名称哦。那你打一个前刮胡之后哈，它就会告诉你你该给它什么东西。那因为呢，我在这边有给它形态，所以这边会 as string 嘛，哦，你要给我文字哦 ，as integer， 哎，你要给我一个数字哦。所以我就知道说，哦，那我要传给你一个清单里面的第几栏 ，A 栏，逗点，哎，那要查总表里面的，哪一栏，那就第三栏，好，后刮胡，这样应该可以理解了哈，啊，不过有的时候就引述哈，常常自己会取那个，然后又忘记了，所以不然你们就是在什么，在那个就是你写完那个共用程序之后啊，在这个下面呢，啊。也许你就自己再加一些注解，说明一下，哦，哎，引述这些引述到底要传什么，哦，不然的话，有时候自己最后也会忘记了，哦，OK，哦，所以应该，请各位试一下，哦，我是从那个筛选批次筛选业务，把它改成叫批次筛选，后面借由两个引述去修改啊，将来如果你要呼叫这个共用的程序的话，记得哦。就是用什么呢？用 call 的方式 ，call 这个名称传递给他，所以业务、产业别、产品、客户名称一次四个全部做完了，而且呢，以后如果有要修改的，就修改一个就好了，不然你四个啊，以前要改四个，哦，那这样有时候有的改，有的没改啊，改完之后自己再增加这个按钮，按下它，哎，自己就出来了，按下，然后自己会跑。哦，所以这个比较久了，这个总共有155个。那我这边底下装了一个那个 application 的 status bar 了哈，不过也聊胜于无啦，至少对不对哈，总比完全没讯息来的好。虽然说它不够好，可是起码还有啦，当然它比不上刚刚等一下我们要讲的，就是你这样子按下它，它一样会跑，不过底下的话。会有个更新啦，当然我刚刚更新的程式我刚刚没有加上去，所以现在是没有更新啊，等一下会再讲这个底下的东西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当然你要更华丽也必须要付出代价的，哦，因为 这东西其实就是锦上添花啦，哦，啊，如果没有其实程式还是可以跑，但是有，哦，会更好，而且会感觉会更专业，哦，啊，这东西的话当然如果你可以的话，变成说你这些东西自然而然，你可以做的比较华丽一点啊，就拿出去是可以见人的，啊，不然的话你自己有些功能太阳春哦，即便写出来也不太好意思哈，给人家用哦。